开麦的，要不等一下看。嗯。开麦的，要不等一下。还在慢慢呢。要开拍了，发霉了。要开拍了一会儿，等一下它要掉。要修，不要修。哎呦，有电呢。啊？是不是有电了？没电，要不你。你摸呀。我这里，我这里。没电啊。我这里。这里一样的啊。 这么松哎，跟上次那个纱布一样哦。这跟纱布一样。 能做5米吗？啊，你那些沙壳做到5米吗？到时候还不是要捡给他？5米应该能做得到，但是这个速度慢的，太慢的就可以。我开一会儿就全部就开完了，没得做了。他肯定要做到5米啊。5米可以做得到呀。嗯。开快一点就开快一点，有什么关系？ 你等一下，一个十多分钟，等一下你不开个十分钟，等一下它要好好掉。妈的，还限时间的这屌毛，看那么久，它也会累呀、啊，也没什么内容啊。 哎呦，好重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
所以是跟上次那个沙是一样的是吗？一个人的，同一个人的吗？没研究拍视频。我们这个塑料纸应该要撕掉的哦，这滚筒的塑料纸啊，这滚筒的塑料纸，这个什么要撕掉哦。如果它这个要坏掉啊，换成了胶粉什么，要换成胶粉的，为什么啊，为什么因为做这种用这个不好，那你要跟他们说要用包胶了是吗？那你要跟他们说这个包胶，这个就没有了，这个就换成是那个铁的啊。那要跟他们说一下，做还是可以做的是吧？就是这个粗一点，粗一点怕勾到，然后把这些刮出来。差不多，你开快一点吧。开快那个嘛。好了，差不多十分钟就差不多要关了。你弄哪里？变频器哎。对啊。还要安装变频器吗？我也跟他们讲。耶。那你有跟他们说这个要用包胶的是吗？这个没讲。那你有跟他说要变频器是吗？变频器有讲。变频器才能变速度是吗？对，其他的不行。如果没安变频器，就刚才那个速度。不是，那个滚筒已经是最小了，速度很慢，我不敢开速度快，开速度快没办法开不起来。哦，它就是变频器能变慢是吗？对。哦，就是要变慢一点了。对，这速度不能太快啊。哦，如果没有变频器，我们就会很快是吗？对，速度很快的，你看是变频器。你是说这个沙很细哦？速度太快了，但是它这个金沙太少。哦。
好了好了，关了吧。关了。关了吧。关了。关了。吃饭。